九，咱不管是十八九哈。咱拱字头的哦，吼，拱字头小著名的是咱的城隍庙。来，欢迎到咱的副会长，以及咱周围哦，代表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哦，感谢我们简副会长，谢谢。哇，咱的辛苦呀，是咱的小朋友呢。哦，你看那个小朋友，那个哭死有无哦？嗯。人家在亲爱的小朋友。其实这个就是传承，你知道吗？是。对，然后一代传一代哦，然后而且这个这应该是像小朋友的。应该是说课外教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在课本当中学不到的。在我认知当中，这只是传承。是啊，这是爸爸一直嘛是家长囡仔。嗯。然后今麦要做这个仪式叫做请金。是。我在猜啊，一个应该是三年级，一个是四年级，我觉得。两个是兄弟哦。所以哥哥打天鼓呀，弟弟请金。弟弟。一个三年级，一个四年级，感觉差不多了。刷完看的是咱的文武车呀。字头的家将，其实我们的家将也有分派别，是啊，渊源也是从我们的台南北龙安家才是家将官，但是那种分有咱的派别，上分上清楚是咱的家义，嗯，哦，有分的咱的吉字辈、正字辈、广字辈、贡字辈，好，咱所有在家将，就是你喜欢叫广字辈看到，咱家义就是咱城隍庙最著名的。发现一个小朋友了，他来 AI 牙，来 AI 牙，八爷，他的小朋友，他的神韵不输给我们的那那成年人了，表情很重要。不要支持咱的春啊、秋冬啊，咱的社会大事。
而且你看分辨得出来春夏秋冬怎么分辨，看他们手上的器具嘛，对不对？正确正确，是的。所以呢，现场好朋友，如果说哎，你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尊的话，可以看他手上的器具哦。那其实我们一般呢，都所谓看到的八家将，就十家将就是家的春夏秋冬哦。但是呢，就像刚刚呢，霸王跟大家介绍的，因为呢，我们家将有分很多的门脉派系哦，所以呢，在于装扮上面，还有呢，在步伐部分呢，其实也都不太一样哦。那再来呢，供奉的主神也不太一样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有很多呢，我们的像比如说装扮部分，其实每个人看到家将最喜欢看的他是什么？他的以除了他的白斑的走位之外，各位讲也脸谱哦。那脸谱呢，除了我们常常跟大家讲的，就是像比如说八家将来讲，他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的画法是固定的。那其他呢，就要看那个面师哦。闽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彩绘艺术哦。像比如说我们中部啊，像比如法字辈的哦，我们非常很有名的就是什么脸中脸哦，对，那个脸中脸，然后呢，就巨灵神，是是，就是那种整个的那种雕绘的那种艺术上哦，这个其实呢，这就是台湾的一种传统的艺术彩绘哦。就好像说那个美术老师一样哦，每一个美术老师呢，他呢，他的风格不一样。那闽书嘛是同款哦，闽书其实足辛苦的哦，啊，要出庭的时候嘛是同款半暝啊吼，跟咱这众团的哦，就大家拢爱集合一起哦，佮开始做开兵哦。再次感谢咱的共济堂，咱的是我们的十家将，再次感谢。啊，咱的救护车要经过，拜托一下，咱大家先让一下，啊，咱的救护车先通过，拜托。请到咱顶头三个，咱的一挂信众、工作人员吼，咱大家引导一下，让伊出去咱红龙柱后壁面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，这阵新桥拄啊，咱的工作人员甲咱讲，是咱交合十一年，甲即摆即阵的古董吼，咱即摆看到即阵咱的新桥是交合十一年，甲今日吼，安尼嘛一边要几百年的历史啊吼。昭和是哪几？我知道民国现在是112年，昭和是在民国前，是的，所以是100多年的历史了。没错，而且呢，你看伊的桥顶这个有无？对，哦，我看到敢是八仙的感觉。这拢是手工彩绘的。是啊，是手工彩绘，这些物件拢看的就是咱传统安尼一寡工艺技术。好，来咱这红树是咱的祖父三位王爷，再次感谢来恭迎咱信家。有班吼，一个服务足久吼，都有一种特色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种特色。那个特色，那个金甲头，金甲头，几条？几条？其实呢，这嘛是因的历史经验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嘛，我感觉嘛你真是赘肉吧？啊，就是。对。再次感谢咱何长江，好，咱所有技术人员，咱教班人员，大家辛苦。
因为一般咱啊吼，着班会拢有几个班呐。如果说